把它记录下来想一想，就要做笔记。如果没有做笔记呢，我们把它照亮起来想一想。想一想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看一看它的优点。你可以把它记在脑袋里面，带到梦中想一想。好，真的脑海里。我们听下子宏刚刚讲一个有趣的问题，来，子宏说看。啊，是说，你看着大家说，他们可能没在听你讲话。是他那个物体，他绝对零度，而且没有在动态的时候，它是没有能量。听不懂啊。单个物体哪里听不懂？什么叫做单个物体绝对零度啊？好，那就是对讲清楚。单个物体它是。在一个原子完全没有在震动状态下，是没有在移动。我觉得你讲话有点不太清楚。我们在绝对零度状态下，它是没有在震动的。不一定哦，我觉得不一定。震动就会有能量。有可能它还会震动了多少？这东西，我们可以说，反正都未知的啊。对，这个位置目前我们都是假的。那我们不能那么直接就讲说它零度，所以前面讲说我认了嘛，艾琳前面讲了他认了。是这样。那我现在可以跟他说一下我的想法。当时绝零度的时候，它的电子能量能到多少？我真的没有。就怎么样？就全部就停止。我认为啊，我认为绝对零度是一个。绝对零度其实蛮有趣的一个探讨的主题啊，那我目前认为它就是全部存在。因为它没有能量，然后我们现在有更确实任何的理由的。它没有能量，我觉得它没有能量。哇，对不对？应该没有，我觉得没有能量。所以子宏刚问你是一个物体，它在一个绝对零度的空间里面，假设它还是静止的，请问这个物体有没有能量？在绝对零度空间，本来就应该静止。哎，绝对，它还是可以动，它可以动啊，空间在静止啊。不是说好绝对零度连时间都可以停止，老师。没有说绝对零度时间停止哦，谁说的？你说的。我没有这样说，什么都说的。我上次跟你讨论到绝对零度，你说有绝对零度的话，后来你说那时候出现的话，好像什么东西全部都会被冻住，然后。那只是说这里动啊，分子，我们刚刚讨论原子的振动。那我问你，那边是那种感觉不到时间。为什么感觉不到时间？因为你们那种感觉不到时间。不是。你说时间是谁在感觉？时间谁在感觉？我们呢？没有那种时候时间存在，应该说，简单来讲啊，假设你现在静坐在这里，旁边没有任何的物体，哦，你静坐在这里，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时间？没办法啊。怎么感觉？就是你觉得我好像有点无聊哎。我是觉得心里真的很无聊。我心里默念 A， 再默念 B， 我刚刚没有在动，是我心里有变化的冲突。对，就实际上在动，那是感觉。可是你知道吗？心里默念 A， 心里默念 B， 你等到你默念那个 A， 假设我们人都不会死，你默念那个 A， 跟默念那个 B， 时间间的差多少？没有一个时机可以测量它的单位。那可能是其实你脑筋非常迟钝哦，已经非常迟钝。说我的意思说，你在想 A 跟想 B 的间隔可能是1000年。可能是1亿年。假设你不会死的话，请问你认为这样时间还算存在吗？不错。几乎是停止了嘛，对不对？没什么意义了。有没有意义我也很难讲，因为你看这个宇宙，说啊，这个其实人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宇宙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你知道吗？人类出现在地球，如果说以全宇宙的时间是24小时来看的话，人类是在这一天快过完的第11:59才出现嘛，也就是说，这个宇宙不会因为你这10秒才有意义嘛？为什么呢？为什么这10秒才有意义？这宇宙如果有意义，它就一直有意义啦，不会说因为你最后这10秒出现了人类，所以我们人类说啊，这宇宙真的很有意义。它到底有没有意义？也许有吧。也许有吧。啊，但是这意义本来也许就存在那边，不会说因为人去给它意义或没有给它意义。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人的关系，应该我觉得没有那么伟大，啊，但是应该是早就存在一个意义，也许我们要去追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啊，啊，拿回来。所以子宏问的问题是一个物体如果在宇宙中绝对零度的环境之下，虽然现在宇宙中没有绝对零度的环境，但是如果说宇宙中真的有角落，真的是绝对零度，有个物体放在那边，它也没在动，我们可以说这个物体有没有能量？是有能量还是没有能量？没有，没有能量，啊，没有。
那用别的说法。啊？你说前面没有？前面没有能量。两个。有没有能量？有能量，好，有能量一，有能量没能量？有能量二。龙轩，你这是关键的一票了。龙轩。关键是。二比二。有能量没能量？有，有。不行，不知道，不知道，打一下。要说我想知道。哎，不是、啊，说一个想法，猜猜看都没关系。猜，我跟你讲啊、哦，龙卷，我其实我常讲的是什么？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判断，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做选择？我跟你讲，你做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是在思考。我们如果决定说我不知道，我讲随便，是让我们在思考。收益，对不对？我知道啊。收益。我醒了，你为什么要弹我？因为你快闭早，快闭下去了。官员攻击我。OK， 好。大家不专心。我没有不专心，你知道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看看地球，你都在看什么？他在射我。他插我多少话 ？OK， 好。那我可以反击。可以。都站着。所以尽量不要，所以尽量不要想说，不要讲说不知道，要想一下，一定有个答案。可是我觉得，哎，萧毅，我可以提出我的看法。对啊，我觉得当你体内有能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散发又有量，或者是有其他东西。那它在这种状况下，它不可能造成绝对的毒。OK， 其实赵东，本来就到不了。赵东进入到我所讲那个进入深刻思考的一个境界，你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严不严谨，或者他问你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所以说，假设这个物体它的一说吧，假设这个物体本身就有能量，它应该就可以散发温度，它就不会是绝对零度了。有影响到这个环境吗？有，它就影响到环境了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子龙讲的那个环境，假设真的一个环境是绝对零绝，如果你放在那边，起码它有能量，没有啦，应该全。那我们讲，假设一个，所以刚才没有能量。那假设一个生物在那边的话，那它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它也可以动的。那就不会是绝对。只要有动就有能量，对吧？有动就有动能嘛，对。但是子龙，如果你是子龙的假设是它没有动。可是你如果是一个生物是一个物的话，它没办法静止啊，它的细胞一直。No， 假设是个种子，它是可能可以休眠的哦。是个种子啊。不，就假设嘛。如果那个物体不知道，就可能它是个生物，循环这样。哎呀 ，OK， 也许它就是个生物。不要说无生命物、啊。不管啊，就是物体，它不管它没有前提，一定是有生命没生命，它是一个物体，定留在那边，静止在那边，请问有没有能量？那你这样子放。现在吗？有那能量。地心引力啊。它有什么能量？第一个，它有受地心引力，所以它有个位能，重力位能。第二个，它地球在旋转，所以它有动能。第三个，它本身这个物质，它就有化学能。第四个，它有原子核，它里面就有原子核的核能。OK。再加。再加什么？那个宇宙是没有星球。都没有星球，哦对，它是这个空间附近周围都没有任何星球，所以没有重力的影响。那宇宙是这个，会被吸引是不是，会被吸引，所以没有重力问题，可以不要搞。好可恶、喔！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能量？没有吧，没有。没有能量，所以现在没有能量加一个，所以有三。经过我精辟的演说，大家都相信。嗯，好，非常好。来，学员有能量。坚持有能量。OK， 同学。你认为没有能量哈 ？OK， 好，对，这是好回答，这是进步了。你要试着去回答任何问题，这就是一种思考。我们学做也是要把那思考的结果展现出来，是不是这样，赵东？对，所以报道大会叫你去写作文，因为你非常有想法，对不对？哎，要不要帮有想法的好青年加一点？能量不行哦，因为你趴在桌上都不会毁灭。再讲一遍，能量是都不会毁灭。就是整在这个趴什么这样，宇宙中你的能量是被削弱的。好，冠元又讲出一个好想法，其实这两个都应该加一点哈、哦，冠元跟学联跟那个赵忠再加一点。哎，不是赵忠吗？那学联呢？什么？赵忠没有吗？我讲的时候问出一个好吧，我让你再加半点，再加半点。是吗？那学联呢？等一下，请问赵，请问刚冠元说什么？哎，那徐天呢？徐天很热烈的讨论。还有龙轩，好不容易回答了问题，我也讲第一的看法。哎，这个不对啊，就只有徐天没这样子、啊。哎，你知道我是这堂课回答最多问题的人吗？就差
不是每次问题都一定要加点，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不错哎、欸，下，等一下，上班那些东西才回答哎、欸。对对对，等一下等一下，我回答。听我把话讲完。刚关于问那个问题，他说这整个宇宙都是能量。啊？我没有问他回答。你刚不是说？上班。他觉得有能量，因为能量不变。你刚说。因为能量不变的前提下面。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只要拿出那个空间，那个东西一定是有能量的。只要它在没有，它不在那个空间里面。那个可以。冠宇在哪里？在旁边。好，变成半点了。问我，你可以画掉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不是问题啊，我以为他问了一个好问题，但是他不是问题，他是在解释这个事情。他再解释一点。就是说，因为能量是都不会毁，都会毁灭的。所以你把这个物体拿出这个空间之后，这个物体一定是有能量的。好 ，OK， 停。他其实他的物体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我从这边把它。抓到抓到。他没有，他没有说放进去啊。嗯。他没有说放进去，他的意思说。他说假设。假设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个地方，也许有另外一个宇宙，有个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绝对零度的地方，里面有个物体，旁边都没有星球。没有任何星球，没有任何重力，就只有一个物体在这边。然后这物体算不算有能量？啊，它都不在我们所能认知的范围内，在让我们怎么去定义呢？所以是假设、啊，所以他先问啊，只是提出点看法，他没有说有绝对答案啊，没有人说有绝对答案啊。不是、啊，你我现在就是要你提出一个看法呀、啊，所以刚刚赵东提出他看法了嘛？赵东再把你看法讲一遍。我看法是，当它达成绝对零度的时候，它就不能有任何的温度，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能量，不然它就无法成为绝对。所以它只要有一个，你刚反映说，假设就算有能量的话，它会影响环境，环境不是零度嘛？对对对，这个问题它的解释也非常好。哎、欸，我可以把它改成问题吗？我可以加一点。啊，没，误会了，误会了。好，其实这是一个说法，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说法。没有，这是有缺点没有？缺点，本来说缺点不会加点，龙庸只鼓励他第一次。很正式的去把它想法做解释啊！你这个定义下去，那不是那个空间，就是那个啊，那个空间里面，只要任何没有动的东西都没有人。那那个空间是不是只要东西停下来之后，那个空间的能量是？那你这样就你的问题，你现在讲的东西都已经超过他假设了嘛？不是啊，那。我们现在就他假设的东西来讨论，你现在挑他假设，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他的东西啊。你现在讲的是我，你讲的是我们现在真实社会、真实宇宙中。可我们现在是假设啊。现在说，对吧？所以，那我假设那个空间中两个东西。不行啊，不行啊！你假设地方没问题啊。然后，那是你的世界啊。可是我们现在讨论。其中一个会动，其中一个会动，然后另外那个，没有动，没有动。那假设那个会动的东西停下来之后，那个空间，请问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它可能停下来。假设它停下来了，那它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它是不是没有办法、啊，它没办法停下来啊！你假设那个宇宙中有个物体停在这边，有物体停在动，它那个在动的物体就不会停下来。只要说那个空间里面就只有一个东西、啊，对，只有那下面有两个东西啊，对。你假设你现在讲回来看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是宇宙，没有任何星球，就是物体。假设物体正在移动，它在移动，我现在是新的物体，这移动的物体就停下来了。和宇宙无重合。受到摩擦力啊。哪来摩擦力？就只有物体，哪来摩擦力？不知道，有可能会受到摩擦力。哪来的摩擦力？自我摩擦。你摩擦哪边呐、啊？人家赵庄都十六岁才摩擦。你要摩擦，至少两个物体吧。你要摩擦至少两个物体，那宇宙中就只有个物体哪来摩擦？摩擦屁哦，管。它在宇宙中就只有个物体，它没办法摩擦。你讲到宇宙中如果只有两个物体，一个在动，一个静止，它也不会停下，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力道。碰到它的话，碰到静止。其他会有状况啊，其他会有交互影响。因为就回到牛顿的力学来讲的话，只要有两个物体，彼此有磁力，它就互相吸引，它就是互相吸引，它两个慢慢靠在一起，就这样。好、哦，它会停下来，是因为它，譬如它两个物体这样子移动，擦身而过的时候，它就往前走，它就开始有吸引力哦，这吸引力会慢慢减速，所以自然有减速，它自然就会慢慢的走到有一天停下来，
也许很久，但是总是有一个人停下，停下接下来呢，开始往回走，逆转回来，然后我们再走过去了。隔无限远的时候呢，就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啊？啊？不断吸引，因为他们有吸引力啊。那我也有吸引力啊。假设因为你们这样的摩擦力太大了，同学，你们这样的摩擦力太大，大到你们不会移动。对啊，你现在有印象，你的桌子跟你有摩擦，就是你不会移动，啊、哦，可那所以再拉回来，紫红那个世界哦，那问题很简单，在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一个不知道的宇宙，它的温度是绝对零度，里面有个物体，也是绝对零度，这个物体有没有能量？这个话看没有吧？没有呢，好了，我说我的答案，因为绝对我们都没有办法定义说绝对零度的状况下。啊，我说一个简单的说法，合不合逻辑？听听看啊。然后都是你那个完全跟这都没有关系，知道不？啊，我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有听过一个东西叫职能变化，它就核能的部分。你不管怎么样，它这东西只要有磁量，它就有机会转换成能量，它就可以说它是有能量的东西。你知道在我们如果说回到我们目前不是有在推嘛，说宇宙新的这些物质。到底怎么回事？宇宙到底怎么样？宇宙是什么？很少数，那是推测的嘛。所以宇宙在曾经是所有东西就聚集在某一个小尖点上，某一个小小的点上。重力场。请问那小点上是什么？重力场。重力场？那小点是重力场吗？极重的重力场。那小点有质量吗？那小点有质量吗？我认为有。那小点有质量吗？我认为有。你认为有？我觉得没有。你觉得没有？有吧？没有。我知道，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想就是有我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组成啊。当这东西怎么资料？当全世界所有东西聚集成一个小点点的时候呢？请问这小点点上有质量吗？有啊。有质量？应该没有。它是一个极重的东西。极重的东西。然后认为有。啊。处在一个别的空间里面。我认为是没有。我也觉得没有。因为当所有东西都挤在这么小的地方，实际上不可能挤在那么小的地方，因为。当挤在这个小地方，只有可能性，它就化为无形。什么叫化为无形呢？它全部化为能量。因为你当聚集在这么小的地方的时候，你所有的质量，它都马上就，它开始变成一个很高能的东西，像太阳，它能量非常高，所有的物质它都在做一个核反应。那核反应它是物质哦，但是呢，它如果能量再高的话，它直接把物质全部变成能量，能量化之后物质就消失，物质消失才不会占有空间。才没有空间的概念，所以当再想想看，当宇宙变成小尖点的时候，现在宇宙有多大？无限小，就是这么小，就小尖点。一次元，所以也不见得是一次元啊，也不见得是一次元，也是零度空间嘛，它没有空间，它就没有空间了，它就消失了，它消失，宇宙就消失了，有没有时间？没有，好像没时间，啊，所以消失，什么时候在爆炸？不知道。对，就这样。这个很多东西是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是我脑袋里面，这是我脑袋里面想象的东西。那也许不对，你们，那就是说这东西是有趣，这个天文物理或者物理学有趣的地方就在我们会找一些对于这个宇宙的解释。啊，像刚子龙提出一个想法，我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啊，就大家去思考一下。像刚赵总提出一个另外一个假说，他认为说不可能，因为假设这东西是有能量的话，它就影响环境。环境变了，能量就不可能绝对零度。这是一个在数学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做，我们讲假设提证明题，我们先假设这个证明不成立，叫反证。当你反证失败之后，就认为原来的论证就是合理的，啊，所以你提出很好的反证，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一个激荡，我不能说这里面也许没有标准答案，我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啊，好了，回来，所以耶。磁能互换需要条件吗？磁能互换需要条件吗？磁能互换，你说电磁？磁能互换。磁能啊，磁能互换需要条件吗？是需要条件的、啊，需要条件的。那你在没有条件的状况下，你要怎么做到磁能互换？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当然没有做到磁能互换。对啊。就像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做磁能互换啊。对啊，像你，他刚刚就是说，他就待在那边，那个。空间中什么都没有，然后它还是一个绝对，
问你啊、哦，这是一种汽油，这是一种汽油，放在这边，汽油把能量放出来需要条件？不需要。根本需要条件，就点火那种放能量。哦。需要条件。要。那你可以说这种汽油没有能量吗？不行，你不能这样说嘛。对呀、啊。啊，我们讲的能量来自一个潜存在里面的东西，它不见得释放出来。能量到底是什么鬼？能量是什么鬼？能量是一个想象，是个对吧？啊，是个现象，是个想象，是个很难具体的东西哈、啊。嗯。好，记不记得上礼拜讲了什么东西？我们上礼拜讲了说，假设有物体。假设有个物体从高度 h 的地方掉下来，掉到这边来了。假设它的加速度碰到地板之前，无限接地球对它做了多少功？啊，先假设这个质量是 m， 所以地球对它做了多少功？哎，快点，同学，用我现在看，记不记得？m h，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速度叫9.8，不是速度，加速度。我们先知道地球对它施多少力嘛 ？mg 对不对 ？mg 的力作用了 h 的距离，所以地球对它做的功叫做 mgh。这个 mg 事实上是个力嘛，距离乘力乘上距离就是功嘛，是不是这样的？基本上定义这样，记不记得？记得了哈。好，那我们上次问的问题，这个物体快到地面之前，它的速度是多少？记不记得？根号2gh， 不记得哈？怎么算呢？啊，又来了。简单一下嘛，这是 vt 图，对不对？它是等加速度。到了 t 时间之后呢，它的速度是 gt， 对，它所走的距离是 h， 对不对？所以 h 会等于什么？二分之一 gt 乘 t， 对不对？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对，所以 t 平方等于什么 ？g 分之二 h， 所以 t 等于什么？根号 g 分之二 h， 对不对？p 呀、啊，可是我现在求 p 呀、啊，我们知道 p 等于什么 ？gt， 对不对？所以 gt 是等于这个东西带进来，所以等于 g 乘上 g 二 h 等于什么？根号二 gh， 有问题？有，当然有。哪里问题？让我想想看，它连根号都还没有分动，那你怎么可能就要看这种东西？你说谁？赵忠啊。赵忠根号没有分动。哇，我来教他了。那你教他。这边可以换一题。来。那我就以这一题来讲嘛。其实这个你们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这个乘上这个叫做两个根号 g， 所以当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拆开来。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根号二 h。对，好、哦，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所谓的根号 g 分之一，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做一件事情，叫消，然后之后这个东西拆上这个东西等于根号二 gh，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可以合在里面，外面的东西是合在外面。那他讲的比较懂吗？这东西，没有，其实是因为老师那头挡了，我看黑板。那你会坐起来啊、哦？你会坐起来啊、哦？到时候准了。同学有问题？跟他熟不熟？没有很熟。你知道吗？我先丢过去，应该可以丢到反过来。同学，我跟你讲，你把它擦掉也是你教的。不用了，我跟你讲。跟你讲，他没有很熟。我以前的做法，都抄下来，回去研究，这要做笔记啊。你不做笔记。又不好搞清楚，他就永远跟你不熟、啊，好不好？你要跟一个女孩子熟，你就要参加人家电话嘛，对不对？那抄 email 啊，问一下 Facebook， 还有 Line 啊，对不对？事情没有。你要跟他熟，你要把。
他做一下，他去研究啊。我是到了南湖北山才知道他们两个电话。同意不同意？我同意啊。我没有时间让你这样研究，等下就把它擦掉了呗。把它擦掉。啊，好，我们来看一个事情。心理气。我们看一个事情，看一个事情，同学，看一个事情。其他导师。这个呢？其他导师。我们来看它怎么变化。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什么关系？你看哦，这边有跟到 GH， 我这边是有 GH， 对吧、啊？所以是可以变成 A。二分之号二 GH。b 的平方。哎 ，b 的平方的话少一个什么？除以二。少个二分之一。哎。二分之 b 平方。b 平方，我的方变 b 平方是二 GH。啊，你不知道？啊，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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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等于跟到二 GH。对对对。所以 GH 是等于什么？我获得方方解角影响。我知道，我知道。GH 等于什么？是等于二分之一 b 平方。嗯。好了，把这个东西带进来这里，这是等于二分之一 a v 平方。这个说明了什么？我们这边重力对它所做的功，在这边转换成动能，这个时候的能量为了转换成动能，在这边你看它速度多少？你把它速度的平方乘上它质量，再除以二分之一，再乘以二分之一，就是它的功，也就是它所具有的能量。啊，这叫做职能互换，而不是职能互换，这叫做位能跟动能互换。它怎么会有位能？啊？怎么会有位能？位能，当你把它移上去，它就具有位能啊，我给它能量。所以我把它从这边移上去，我需要多少能量？就是 mgh。真好快！我把它放下来，它释放多少能量？就是 mgh。可是如果说我不让它放下来是多少多高的地方，可是我如果有办法测到它的速度，我可以知道它的位能。所以因为它位能，只要知道它的功之后，那你然后知道它的速度，那你有办法反馈了。对啊，就可以反馈了，就可以反馈了。啊，要或者换个好玩，那也好玩。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就一个具体表示的话，你就说这东西是位能，因为它跟位置相关；这东西是动能，因为它跟速度相关，就这样。那这个能量是可以互换的。我把这粉笔从我手上拿到这边来，我们做功，我需不需要做功？要，我要做功嘛，它才会增加的。就放开让它掉下来，掉下来很自然的，它把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在碰到手之前，它全部是动能。动能有多大？就是距离乘以它的质量，然后再乘以 g， 再乘上 g 嘛，就是我给它的能量，我做的功，就是它具有的能量，是不是？它放下来可以释放出，就是我做的功，就这么多的能量。这样问题？没有，你真的快下课，马上就快课，再2分钟，哎，不到1分钟。先下课。耶，爽啦！